新住民舞团充满异国风情的表演，让现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紧接着，国小舞蹈社团则展现出年轻与活力。还有学校社团美妙的歌声，宛如一场音乐飨宴。这是由内湖区公所在大湖公园阳光大草坪举办的内湖夏日一起来活动。除了台上精彩的表演外，现场还有棒球九宫格亲子游戏及提示人闯关活动。透过趣味游戏方式，结合内湖艺文团体表演，鼓励内湖民众走出户外，增进家庭互动。这个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的人口政策，还有全民防灾，还有社会安全网，所有的跟我们内湖区重要生活相关的议题的一个宣导活动。那今天的活动为了给大家一个愉快的一个周末，所以我们有用心的设计一些相关闯关的活动，然后还有邀请，因为我们内湖区六所学校的校长非常的盛情参与，所以呢也有六个学校来表演节目，那这些小朋友来展现他们多才多艺。最主要是我们设了很多的摊位，这些摊位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大部分的摊位都有宣导品可以拿，所以呢待会欢迎看完节目同时也可以去看这些摊位，看一看这些议题，然后拿宣导品。现场还邀请各社福团体及市政单位摆摊，进行交通安全、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重阳敬老及防灾等宣导，希望这场户外活动能发挥寓教于乐的功能，在中秋节前夕让内湖民众度过一个不一样的美好时光。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